美瞳摘了吗？对，因为我觉得戴美瞳真的好不舒服啊。我都不习惯戴美瞳，东门在哪里？的情太亮了，会显得没有很亮。他好能耗，在我床上，在床上躺着。谢亚蓉的比心，过敏好了吗？我过敏好的差不多了。你有好好吃药？不搬家了吗？什么时候？刷一刷突然间好久没有看直播了，那么久没看干什么？脸好点了吗？好多了，好几天不营业了。浩浩明天回到长沙就可以营业了。浩浩回长沙就营业了，是吗？什么 ？Ask you？Ask 是？你问问我，你不啊？对。因为我们今天12点钟的时候要。因为我们今天12点钟的时候要跟大妹他们一起去玩密室，把五天的礼物全部给我收过来。然后要跟大妹他们一起去玩密室，把五天的礼物全部给我收过来。深圳东门，礼物全部给我收过来。深圳东门老街50万抖音吧。他们说我们有没有去深圳东门老街，是个老街，以后再下个月再去吧。东门老街是个老街，以后再下个月再去吧，因为我们明天要回长沙了。看我的门牙，以后在哪直播？因为我们明天要回长沙了。看我的门牙，以后在哪直播？我们哇，我们没有来长沙之前肯定一直在直播。我们哇，我们没有来长沙之前肯定一直在我们没有来深圳之前肯定一直在长沙。眼睛疼吗？捏脸。你一直在长沙，眼睛疼吗？捏脸。我的爱情。现在酒店吗？对，我们现在酒店。老公，你来亲亲我好不好？现在酒店吗？对，我们现在酒店。老公，你来亲亲我好不好？老公，你来亲亲我好不好？付钱。然后他们两个呆妹和呆妹的助理飞一般的迅速的跑到那个人找我的，别让他们付钱。呆妹和呆妹的助理飞一般的迅速的跑到那个人找我的，别让他们付钱。发到我面前，呆妹把我的手机忘。我们这几天都收了，都收到了呆妹啊，他们的好。我们这几天都收了，都收到了呆妹啊，他们的好的很好的待遇，开心。他把我手机都按报警了。哦、是吗？按着报警，然后那个哦，手机是吗？按着报警，然后他飞一般的，我因为我在旁边，我就惊呆了，然后。他飞一般的，我因为我在旁边，我就。就惊呆了，然后就付了钱，然后我说那他们说怎么可以让我们两个小孩子付钱呢？然后说他们说怎么可以让我们两个小孩子付钱呢？然后说我们以后来深圳了就可以请客了，说我们搬家就请你们一起来我们家吃饭，然后请你们。
付钱呢，然后说我们以后来深圳了就可以请客了，说我说我们搬家就请你们一起来我们家吃饭，然后请你们吃饭。对，哦，我们今天就去吃了个泰料，吃完泰料之后呢，我们就去陪丹妹买了个隐形眼。哦，我们今天就去吃了个泰料，吃完泰料之后呢，我们就去陪丹妹买了个隐形眼镜。然后我就从来都没有戴过美瞳嘛，然后我就试着买了一个蓝色的美瞳，然后就试了一下，我就买了，然后买了之后，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碰到好多粉丝，有一个就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我和浩浩就是丹妹他们要。尴尬，全程都在后面，因为一般碰到粉丝都是说完拍了个照就走嘛，然后他就一直在我后面聊天，跟他闺蜜聊了起来，聊我和浩，就很尴尬。然后他一直扯他朋友过来，然后又是两个男的，等一下说，哎，两个零儿，然后我就啊，听到两个零，扯他朋友过来，然后又是两个男的，等一下说，哎，两个零儿，然后我就啊，听到两个零，哦，然后他要叫我们来合照，然后啊，听到两个零，哦。然后他要叫我们来合照，然后但是我当时过敏了，我就没有跟他拍。然后那个朋友就看到我们了，然后我就，然后浩说什么什么谁啊谁，那个谁，我就说哦看到了，然后我就走，然后浩就总是回头了，人家肯定知道我们互相发现了。然后你知道吗？特别尴尬的是，我们要绕圈子，好，又绕到了这里，又要就是跟他们必经之路，又要互相碰见。而我们就很，但是这一遍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就一下子碰见那么匆忙，没有那么匆忙，我们就自然的就把它无视了。然后第三次，然后丹妹的朋友就是就把它无视了。然后第三次，然后丹妹的朋友就是丹妹去工作了，然后他们朋友来陪我们玩，然后去接他们，好家伙，又再次路过他，然后路过他，然后这次人多，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无视了他，然后好像然后就后面有几个人说，哎，几个女生过来，嘿，是浩捏捏吗？我说对，然后我的斜方就是他，我说对，然后我的斜方就是他，然后我就假装忽略过去，然后浩浩好像看到了，然后那个谁好像要跟浩打招呼，然后浩浩没有理他，然后浩浩说那个谁给我翻了个白眼，我说啊，好尴尬。然后最尴尬的时间到了，我。他说啊，好尴尬。然后最尴尬的时间到了，我和浩一堆人坐在那里，好，他从我们正面走过来。有时候我碰到粉丝，有些粉丝就喜欢跟着我们，就很尴尬。我因为我比较喜欢跟我们合照，就不要太打扰我们嘛。然后就有一个粉丝就追到我们买美瞳那里了，然后三二一个个子大就帮我们挡私人时间，然后就。我们不是不喜欢碰到粉丝，而是就是你们懂吗？就是要需要私生活，就是喜欢就是想就不想要我和浩浩一个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会被观察或者是被看，就不会他的废话呀，就会很那种，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不随和，就是感觉会很尴尬。我弹幕有延迟哦，大家不要在意，我们去打 PK 吧，我们去第一把就跟二晨打吧。老板有没有来？不会没有来。哎，你在深圳呢？匹配到深圳的主播，我你问一下你们家家人，你卡不卡？我们卡吗？就我一卡一卡的，又听得到
到又听不到。感谢五二零五星星星。他们都，他说你不卡。那我们来，我们家，你们看他卡不卡呀？卡是吧？那我们重连，那我们挂了吧？要不？好啊，好啊。你们家是不是人很多啊？好像突然跑进来好多人呐、啊，啥情况？是没了啊！哦，连线没有了，卡是吗？为什么会卡呢？为什么会卡？我们在爱情上一点天分，非常卡是吧？那如果不连麦就不卡吗？断断续续，卡成了一片油画，这么严重。我们的好吧，我连线没有呢，刚刚连麦会卡什么哦。然后我们的房子，老公，我们房子是不是定了？我们跟暗黑大米住在一起，一个他搬走了。哦，我们跟陈寻樱桃住在一个小区。谢谢露露没有讲送的 love， 就声音卡画面不卡。情变陌生，谢谢孔孔压黑中的热气球。现在好了，不连麦就不开心了。那我等一下，我都跟你聊聊天吧。满身伤痕，你们想听什么歌呢？好吧，不是让你们点歌，我就随口一问，我歌还是自己来放。谢谢给波草莓送的乐，老公快来，你陪我一会好不好？不好做，不好做吗？啊哦，为什么我眼睛红红的？是因为我今天买了美瞳，我今天试了一下，然后不舒服，我就把它摘掉。你们唱歌吧。你们唱什么歌？你要不要拿个凳子来？送了吧。谢谢陈科送的乐。你们唱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吧。嗯。唱什么？有没有想你们？就是想你们啊！就是今天无论怎样，我到赶到酒店给你们直播。想看浩浩，浩浩在这里呢。你干嘛？我明天就能直播了，大家把五天礼物全部刷给我吧。离丹妹远吗？我们家离丹妹只要十多分钟，五十万英镑，明天。写给你听的。星星，呀，我挖鼻屎，把我人中的泡在旁边给挖掉了，我去。今天看到两个男孩子结婚了是吗？我跟浩马上一周年了。一直想牵你手了，走。过敏啊，过敏还没好，还有一点点肿，但是比昨天好很多。开心，这打 PK 喽。素颜看看好不好？我昨天直播不是都是素颜吗？外套预售吧，可以吧？对啊，我们肯定会一样。我这好像在抽电子烟。孩子吗？啊，你要换个女孩子是吗？嗯，对，可以换吧。好嘞。哇，我白嫖了一个 PK 胜利。你们刚刚连麦卡不卡？虽然没有差别，对，我昨天是素颜直播，因为我昨天是临近睡觉一直在播，所以就但如果我一直每天都一直连着播的话，我就会直播卸妆，因为我那个时候也要睡觉了。我最近来了深圳之后，我的作息都很好，都到了那个点就该睡就睡了，平常都要耗到五六点。然后我们来深圳太累，我们就一下子就睡着了，可是没电脑玩，对。不卡是吗？那就好。今天没有什么朋友在直播，以后我们的定位就在深圳啦，你们就看到是深圳的我们啦。以后我们是深圳小猪猪。我前天玩密室的时候，那个解说员突然就跟我来说一句，哇你好帅哦，然后我、啊、是不是哈哈，他突然给我来说你好帅啊，然后里面的 NPC 在掏肝肺的时候，然后我说我来掏，我说行吧你帅你来掏，
我今天哎，今天还有谁夸我？我记得还有一个人夸我来着，没有人夸了。然后我们第一次见单面的时候，哦对，我们第一次见单面，我们去公社，然后去 drink， 我们去 drink 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单面坐在这靠着沙发，我坐在这，浩坐在这，然后因为可能他们以为你知道吗，然后就有两个女生过来就问我，我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她在问我，没有听清楚，然后就老公声音放小一点点哦。然后他可能是问我要微信吧，然后呆妹就，因为呆妹可能也不知道，我和浩浩当时以为是呆妹的朋友或者是呆妹的粉丝，说呆妹的，然后呆妹就说什么，然后那个女生说，啊，你是他女朋友，然后就跑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还问我要微信。那我不在长沙读大学了吗？没有啊，我大学还是读的，我大三了，我现在是实习状态，所以就可以来现在了。而且现在不是放寒假吗？然后他们以为呆妹是我女朋友，结果不是啊。然后我就说，我，然后他们说知道我旁边是我男朋友，会不会更震惊？我男朋友在旁边。你那三个卖萌。Hello。你好，哥们儿，可以吗？嗯，我可以换个女生吗？啊，好。哎，我一直在等着他挂 PK， 结果我还是输了，哎。他有十五连胜，肯定不舍得挂，肯定一直在等着我挂他，气死了！为什么一直浩在那里？他在休息。好看。我学什么专业？我学的是舞蹈专业，我是舞蹈生的。我还是会卡是吗？我一连麦就会一卡一卡的耶，可能是因为我把手机是放在一个皮具上面，我把手或者我 PK 的时候用手撑着吧，我多久开学？我不知道呢，我还没有接到通知。Hello， 加黑 ，Hello， 加黑，那可以好。过程玩不玩？过程你说吧，都行。过程玩不玩？过程你说吧，都行。过程我们谁输了就叫。就撒娇叫，撒娇叫，不要嘛，我们举重吧，好吗？不要嘛，我们举重吧，好吗？好，那就举重嘛。我真的受不了了。染衣服的不信，你不信我是吗？欢迎说话怎么？你不信我是吗？欢迎说话怎么说？你不相信我有36，我真的有36，我骗你干什么？你看我真实的双眼，我为什么要骗你？你是胸围36，我骗你干什么？你看我真实的双眼，我为什么要骗你？你是胸围36吧？我胸围36也太小了吧？我胸围有70多。36吧。我胸围36也太小了吧，我胸围有70多。又开始。哇，好多人来我直播间，希望主播点点关注。
喜欢主播提点关注。我没有忽悠人，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已经直播十多年了，大家已经看我十多年了，你知道吗？你们直播间的人。不是我们付钱，多不好意思的。那我怎么可能说？我肯定要说给客户说我来付钱吧。然后他们肯定又不让，然后我又不能说，那我付自己的吧。哎呀，他们说我来付钱吧，然后他们肯定又不让，然后我又不能说，那我付自己的吧。哎呀，他们好不好意思，今天看到我在戴美瞳，看到我本人吗？眼睛大像铜铃，还有我真诚的双眼。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我真诚。你们越真诚，你们眼睛就越大。说什么事都是对的。浩在干什么？浩躺在床上。对面的手，说什么事都是对的。浩在干什么？浩躺在床上。对面的手怎么了？因为对面的票少，所以他要举重。我买这个其实是为了拍视频用的，他要举重。我给你们看看吧。美瞳呢？美瞳不舒服就不戴视频用的。我给你们看看吧。美瞳呢？美瞳不舒服就不戴了吧。就给你们看一看戴美瞳是什么样子，或者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对于一个新手，就是一个聪明的新手，看一下我对于一个新手，就是一个聪明的新手是怎么戴美瞳的。很显然，我就是个聪明的新手。好、啊，已经结束了。突然想到浩浩，捏捏说那天说浩浩是老男人，明明浩浩比捏捏小，对捏，那捏捏是啥？什么意思？我亲密，我得用命，我说漏嘴，说漏嘴。新歌录完了吗？我们的歌还不哦，我开始录。好，不要。可是我买。因为我又不常戴。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浩在床上躺着呢，拜拜。你们看浩吧，浩在床上躺着。帅哥，这么远就能看到我们的情侣钻戒，看到了吗？那个小黑点点。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叫做火箭发射，我要助跑了。给你看，2020 GDP 十强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深圳排第三，好，广州、武汉、南京。火箭发射，我给他戴美瞳吧，我给他戴美瞳。老公啊，戴美瞳啊。老公啊，戴美瞳了。嗯，好紧张。哎，戴美瞳。老公，这个直接是正面是吗？啊？老公，哎、你看他，就是的韧性。他戴美瞳。你等我一下，好难戴。你等我一下，好难戴。
是这么戴的吗？哎，我眼睛瞎掉了。这么戴的吗？而且是一头猫，这么戴的吗？而且是一头猫，像不像外国人？金发碧眼的，像不像外国人？都是自己像极，都是自己像极，我都，我是不是很快？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戴美瞳。你脸很快，你脸很慢，你脸很持久。今天是个迟钝男孩子。哎呀，他又被我！哎呀，他又被我！哎呀，我戴失败了，好难啊！老公，你要不要帮我戴？就不能让别人戴了，别人戴你会更难受，是吗？因为你会很紧张，你会感觉有是你自己戴的话，你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上的一个东西托着你的眼睛，但是别人戴的话，你肯定是那有一个很坚硬的东西，而且是别人托你。我眼珠子掉了。妈呀，怎么戴？好难啊！那等我一下，我去打个 PK 好了。我在跟别人 PK 的时候，我去那戴，哎，那好浪费时间，好难啊！谁发明的美瞳这种东西？呀嘿，没有丢进啊！丢进呢？丢进？你还有丢进？哇，我老公给我送灯牌了。没有丢进啊！我丢进节目啊？哦，没有啊，你没有调精那嗯，哇哦 ，cool， yes， 不戴了吧？为什么不戴？不舒服就不戴。你又戴啥？嗯，现在是墨镜和小星星。你这又是搁哪儿呢？嗯，我现在在深圳，那玩意儿定位写着长沙，被你设置的。啊！你又干啥？你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脸大了，脸大了。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同吗？有眼屎啊！不是，这看不清，有眼屎啊！行吧，那我们输了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啊？那我们输了，我们来模仿，就是五个成语吧，四个成语。啊！你好过分啊！不是吧，不是吧，小总不会没听过成语。哦，我没有听过成语，我那个文凭不允。啊，博学多才耶！其实我是语文课代表，我从小就是语文课代表，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我简直是为语文而生哎。Understand？ 哦、oh, ，我是语文课代表，我怎么可以讲英文啊 ？No， 我们就这样吧 ，Let's just do。哦，我怎么又讲英文？我该打。来吧。抽了。好吧，其实我主要是为了戴美瞳。我真的，我第一次戴美瞳，我刚刚感觉把自己眼睛戳瞎了，我是硬怼的，我怕吓着大家，我不敢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哎，我又没戴进去，我真是无语。想给大家看戴一对的样子是什么，因为我真的很新奇，感觉是什么新鲜玩意。
对象呢，我对象在床上躺着，是吧，老公？今天你是哪里人呀、啊？我是你的心里人。你的老家在哪里人呀、啊？我是长沙人。你是长沙人？主要是给大家看金发碧眼的我。对。你在床上某个角落和某人看日落，可我却是唯唯诺诺，始终感到不敢做。你在床上过得好吗？那人对你好吗？那人年龄比你老吗？会给你洗脚吗？什么鬼啊？这什么梗啊？这什么新梗啊？一直 get 不到，get 不到。眼睛真的很红是吗？我真的不会戴。既然李晓可能有条件要大家冲，他肯定会想吃五个非常刁难的词。主要是给大家想看一下金发碧眼怎么样。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哇，我成功了！哇，我好厉害！谢一只喵送摩托，他很潮，他是我 out 了吗？是我 out 了。感觉没什么不同哈、啊。好不舒服，你觉得好看吗？也没有什么不同哈，你没有一点外国人的意思。哇，谢一真安静送兰博基尼，哇，金色头发，金色的车，蓝色的眼睛，哇。我今天就是捏走，好看吗？哇，这是老大的抖音一号，哇，就是为了我的新美瞳送做纪念吗？哇，谢母人，是母人送的喷泉，是母人。哇哦，已经要结束了，我的天，谢谢大家。大二，我刚刚跟你说三个成语啊，真的是五个太多了。行吧，那我就让你三个，来吧，第一个成语，谢谢十七送的墨镜。你觉得你、我觉得捏捏你这个脑袋里面应该只剩那种夸人的成语吧。我的词汇还挺广的，你要注意一下，我可能没有听过，你可能不会懂那什么意思啊。我希望是夸人的啊，因为我觉得啊，捏捏这个脑袋里面吧都是，哎，他就没有脏话。这个美瞳好看吗？哦，真的好好看。那我。一个成语，你给我听好，你给我听好。还是我吗？人仰马翻。什么？人仰马翻的。那怎么表演啊？看你的表演能力啦。我展现的是我的文化功底，你表现的是你的肢体表达。这个怎么表演？人仰马翻。看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小总做不到的事情吧，不会。太可无语了，就真的。他出的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大家就人仰，人仰，仰仰仰，不是，抓男的。我来，我妈有药。没有。小总好拼。小总好拼。我的腰废了。我玩不下去，我真玩不下去。我真玩不过了，我养不下去啊！这边倒了，不太好看是吗？养不下去，就我就缓缓。第二个吧，过吧。是魅王。让你这个词了，因为我觉得你表达不出来，那就让我来吧。是魅王，那我们输了。那你讲个词语啊，我想一下，鸡飞狗跳。干嘛？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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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来做，飞呢？
跳，给我怎么跳啊？啊，在床上，对。哇，哎，玩了啊，没有事儿啊，跳了，让我玩了啊，玩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嘞，拜拜，拜拜。小白牛逼，想看我老公啊？你觉得好看吗？真的好看吗？给我老，带我给我老公看。老公，我来了。你在长沙过得好吗？有人给你洗脚吗？我来了。你在长沙过得好吗？你在长沙过得好吗？没事吧？咋办呀？没事吧？干嘛了？拜拜嘛！哎呀，手机比我更迷人吗？你怎么不搞我？爸爸，你怎么不看看我？你不也在玩手机吗？我没有，我在看你啊！你给我听听我。你以为你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其实你也是当局者。你在播的吗？快走！神经病。有一个这么这样的帅哥在旁边，居然。对啊，我也在帅哥在旁边。你现在在直播。是吗？是吗？是吗？帅哥在旁在床上躺着，你现在在直播。你在旁边。我一直在摆 pose 等烈阳接我 PK， 他怎么还不接？拒绝。他在洗澡，你怎么知道他在洗澡？你们俩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我刚突然点进去了，然后他在打擦边球，建议崩一下对面。混水泥，这个真的是金发碧眼。他不接我 PK。烈阳不想跟我 PK， 大家是不是都放寒假了？都马上准备过年，我有小红包吗？我会有小红包，现在很像韩国男团是吧？是戴了美瞳才像吗？不要你离开，距离划不开，太高了。美瞳，我其实是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可能是戴反了那个。戴反了，不是那乱七八糟的。真的吗？这还能是？完了，我又开始卡了。你卡？嗯，我现在我这页面又开始卡了，不动，我得退一下。你们先等，我重情，你怎么知道我重情？你还会看相呀？哎呀，怎么办？你得挂一下那个流那个什么？算了，就这样玩吧。OK， 是外国人。啊？我是欢迎飞天猪。你是外国人啊？ Yeah. 那你，我的页面现在是那个已经上了那个卡成那个啥了，卡成那个这个。你是外，我看不清你，我看不见你，你是哪个外国人啊？你是哪个国家的呀？还外国人？就 Australia。什么？PK 吧，我们还是 PK 吧。你给我好好说话。行吧，我们来 PK 吧，咱输了干啥？我删你。你删不掉啊，你删不到，你删也删不到。不要给我嚣张，你说怎么玩？你是不是很厉害？对呀、啊。那我们输了干什么？你说你厉害，你来说，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懂的。你这外国个毛线？你外国个锤子？外国？我金发碧眼的。我告诉你啊，你输了，你把那个头套什么玩意给我摘去。什么？你输了的话，你把那头套那什么玩意给我摘去。我靠，这要了我的命啊！我的天，太过分了吧！那你输了你能摘什么？我输了，你说怎么玩？你说我摘头发，我也可以摘。行，我输了摘头套，你输了摘头发。那我就把这个摘了，好吧？就把它散掉！我天，这是我的命啊！大家冲啊！你的命，哼 ！My toe jean is my life. Do you understand? 人可以带，toe jean不能丢，能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人可以指toe jean。400多万粉儿，大家点个关注吧。我对象不让我关注女孩子。你有对象直什么播？哎，我有对象，我怎么就不能直播了？我咋？我不能赚钱啊！我。你有对象吗？你对象呢？你对象在哪里？对象在床上等我。
你怎么这么淘气呢？我们家票呢？我会淘气呢？我在说实话啊，我对象确实在啊，老婆对吧？对呀、啊。等我啊。滋滋滋，哎。What's matter? 哦，Have some question? 有什么问题吗？哦哦哦哦，好吧，好吧，知道了，知道了。你就知道了，你啥都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他都知道。有。我们来选首歌吧，我们来放首歌。大家这把冲啊，我头巾真不能摘啊，大家懂我的，我的头巾简直是我的命，我戴头巾。我们众筹。很少见，我戴。我们众筹一下吧。戴。哦哦哦哦哦，好了，我知道了，好嘞好嘞，我知道。对，就是。我靠！谢谢谢谢鲜花。鬼哭狼嚎啊！鬼哭狼嚎。我们众筹一下。快、啊、冲冲吧！众筹一下。对面金中超一下，我不能输给他。干嘛？坐直升机，直升机带我去我对象。我们要输给他吗？我们是要输给他吗？龙哥，赶快回来！龙哥，回家。有没有救救我的呀？哇，先做了半的走音号。哎呦，哎呦，我告诉你。拍着我墨镜了，你们就看我挨打是吗？你们就都看我挨打是吗？你们都看我挨打。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完了，没人救我了。穆林是爱的旅行，哇，爱的旅行就会飞机飞过去啊，才发现。哇，这些穆林在。穆林，你爸，你要把开了。我头巾真，我他，哎呀，我真是。好吧，你呆了吧？你也搞半天，肯定。美女，你仿佛不太开心的样子。我惹事儿了，我惹事儿了。Happy birthday， 花语一滴。我要打你，我要打你。我对你打我，我对象会打你的。我不怕你对象打我。我对象是个猛女，你听他的声音。我也猛。你听他的声音，很猛。啊，那我要打。那我走了，拜拜。拜拜。我有事儿了，我有事儿了。喜欢的，残忍的。我要唱首歌。啊，这首歌我唱什么歌？郭琴懂吗？鱼仔。浩总在唱歌。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有没有感觉我戴美瞳很奇怪？但是我平常会很少戴，我平常都不戴。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正好在那里自嗨，正好在阻止我自己唱歌。老公，你能陪我唱鱼仔吗？我不会。你会什么？我会唱本草纲。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大家一起。好吧，在比谁唱歌更大声吗？你陪我唱本草纲好不好？你陪我唱鱼仔好不好？唱完我给你一千块。你陪我唱完我给你一千块。你能唱对我就给你一千块。你能陪我唱我给你一千块。五千。好的，你唱。你唱，我不会唱。你唱，我给你1万。我是鸭吗？你是歌手。我是歌手。接下来，请聂虎头城带来竞演歌曲《鱼仔》。你来唱这个。我不会唱。唱，我给你1万。我不会唱，不会唱。来。
三二一，开始。开始同样都被一直外邦来血恨。马天是绝命之才，二是还有链子。黄鸟子苦斗子，为了中午要面子。用我的方式，历史一个字我没听过，走开！不喜欢孙浩，孙浩走开，走开！重新唱，走开！我都没听过，你会唱？来，三二一，开始，开始！花的赛事同样都被一直歪了。我每次都只听孙浩，都唱一首歌都有钱，孙浩不会给我的，孙浩总会说大话。你要是真唱对了，我就给你玩。那我等一下就去学。你唱。那我都没听过。你都不用直播了，你今天就只学这个歌。好多战士同样都被一直外邦的血汗子击倒，民族意识。马天子绝命之苦穿链子，黄鸟子苦肉子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山羊当过过去狗，山羊当过过去狗。你这会唱吧？我表情又在加加加加，动作轻松自在，你学不来。我等一下去玩玩密室，要和呆妹一起去唱卡拉 OK。最好总是欺负我。我没有涂口红。再看看孙浩，看看孙浩。我变老了，朋友们，我有点老，因为这个光把我拍的有点老。我是外国人，你好。再唱，重新唱。孙浩，你这首歌过不去，因为我不会，我也没会唱这首歌。花头战士同样都被抑制，外邦血汗子激发民族意识，马天子绝命之策还有链子，这是一部历史。去 go， 去 go， 唱，我表情又在。无语，我不喜欢说话。放一下，说话说话出去。我们来放一下你唱的歌。啊，你录下来啦？这是录的呀。现场处刑。哇，我简直是原唱。那个原唱声音太大了，我走了，我不跟你玩了。快走！陪陪我嘛，你陪陪我嘛，你陪我来唱歌好不好？你唱，我在这里。这一团兔歪歪送的墨镜。没位置坐，你唱，我在这里跟着你唱。看啊，我来找歌，我来找歌好不好？我还想，你来唱什么歌？果汁分你一半，记不住了。唱什么歌 ？PK 曲。有化妆吗？没有粉妆，所以是素颜。我表现又在，给号。好 ，OK， 我还好好的结婚证，变脸好快，美瞳什么牌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我今天在路上随便买的。今天好少人直播，我们要去忽悠人了，画房子，我们没有纸画了。今天我给画，我有你。我玩什么？我是外国的，我话少来的。好吧，你说吧。长沙的好啊你。我外国人。你怎么？我也是外国人，没关系。我们 foreigner 可以一起玩，可以 play together。我们输了，现我们输了，你说。我们输了就那个就就打开窗大喊三声我爱自由。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改我爱孙浩吗？那你说啊。就是把我爱自由改成我爱孙浩。改成我爱什么？孙浩。哦行，可以。那你输了就打开窗说我爱自由。哦，你输了是喊谁？你输了，你打开窗户就说我要浩浩爱捏捏。我要浩浩爱捏捏什么鬼？
是一个非常就是名言名句，你不懂的啦。行吧行吧行吧，没听懂，但是没听懂，但是我可以接受。哇，对面人好多啊，我们家支棱一下好吗？我们家大哥，我要浩浩爱捏捏。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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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OK 接。我们家过程呢？我们家大哥。过程我们。哦。就这样子吗？我听到脖子好痛啊。我们家有没有小星星？我们有没有小票站站榜？谢小云朵儿，谢黑桃哥加油！他们家人好多，哎，我们房间这么多人，我们可不可以众筹一下小星星站站榜好吗？为啥别刷？对面榜一超厉害哦。我们没事，我们家。我们家，哎呦！哇塞，木妹送的带你场，一木妹来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有从自古有一句名言名句，我要好好爱你你。哇，这个词语从中华五千年都之前就开始铭记于世。我的天啊，它是一个天神说的，那个神叫做聂虎刘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就留下这个名句，流传千古。哎，那什么，哒哒千古，好，卡住了，卡的什么都听不清啊，什么？如果这么卡，流芳千古，爱的人都反目。啊，你们都有没有看过《花千骨》啊？《花千骨》是我看过集数最多的剧了，有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你。就说这句话对不对，只要是对的都是名言名句，是不是？我是不是这句话对不对嘛？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哦，谢谢大家送小星星。卡了一本正经的忽悠，有没有？我真的，我是因为你们知道我是语文课代表，语文就是我的命，看过对吧？哦，哒哒哒哒哒，我看我花千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好小的。大家小心对面偷塔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好小的。大家小心对面偷塔喽！我们来放慢慢喜欢你，好不好？忽然之间，你害怕他吗？《甄嬛传》是你看过最多的哦。臣妾做不到啊！熹妃回宫。粉臣妾做不到啊！熹妃回宫。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你们看我今天的美瞳，你觉得好看吗？如果好看的话，我就多买几副戴。会不会有真的有没有那种外？觉得好看吗？如果好看的话，我就多买几副戴。会不会有真的有没有那种外国人的味儿？没有，谢谢扎一个送的摩托，就金发碧眼。其实我只是拍这个买这个美瞳是为了拍视频用的，就是。变装视频用的，就是变装。现在也小，我没有看过《陈情令》哎。现在也小，我没有看过《陈情令》哎。我应该就初中吧，我看过《陈情令》哎。我应该就初中吧，我靠，我是个大学生，哇塞，我木妹说的抖音一号，我要木妹，大学生，哇塞，我木妹说的抖音一号，我要木妹，木妹，哇塞，木人送抖音一号，木人呐，是木人呐，是木人们木姐啊，是木人木姐啊。母鸡啊，是母的母鸡啊！哇哇，谢谢洛老板送的 disco， 真的太猛了！我去，
是我带你们去看密室。若流芳千古，爱的人都粉。哎，你们看到我的袜子是粉色。爱的人都粉色装的。你如今几岁？对不起，好大一只。其实我是东京食尸鬼。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咱俩玩吧啊！我可以换个女生吗？行，好，400多万粉丝呢。这就是我挂，我真的好，每次希望都等。我已经想好，我吓着你让男生我要怎么说了。我说，我从前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地球诞生之前，我答应了一个人，然后让我以后不要连男生，然后我就不能连男生了。你要原谅我，原谅我你就挂 PK 了。我就这么说，我已经想到了。我们等一下去玩密室。代替所有的，这个是小礼物，贴身的这种东西都行。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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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就之前我答应，我要我不要啊？什么？我说在很久很久之前，我答应了一个人，让我不要连男生，不要连男生，不要连男生，我可以挂 PK 吗？我可以挂 PK 吗？我要先走一步。哦，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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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跺脚去。挂吗？他要挂吗？他先挂的，没想到我刚编的话我现在就用上了，这叫什么活学活用，大家应该都学过吧。玩密室可以直播吗？密室应该不可以直播，但是我可以播到就是我们去。 Hello Hello Hello， 小刘没睡醒啊，我的对象叫做浩浩没吃饱，你们好配。好多，我很生气，气死了。你刚刚说什么？刚卡住了，我没听清。那我们输了干什么？你说吧。输了你要改名吗？改什么名？抖音名。我的抖音名不能改。开玩笑了，对不起，开玩笑了。那我们输了，你就给我套蓝虎的。道什么歉？你刚刚说什么？我这名字怎么了？我刚。卡了一下没听清。我对象叫做浩浩没吃。知道吗？哦哦哦。虎子让你下播。然后为什么？那我们输了。哦。输了干什么？跟他对象撞了。他对象。我们输了干什么？你说吧，你说吧。我玩密室都是加这么多票。我给他，我啊。看一下我们那天玩密室的录屏吗？好不好？我们输了，我们输了，我输了，我跟你道歉。一分钟，你给我道歉一分钟，无论怎样你就得道歉。无论怎样就得道歉。是的。道歉道个什么？就看你了。就随便道歉是吧？是的。嗯。OK 吗？录可以，可以。那我们来吧。行。不必啊！后悔了。算了。什么不要酸？我给大家看一下，老公，那个那个，好，只有那一个吗？看看我今天的视频。我今天视频是拍得很丑，明天回家拍刷脸吧，嘻嘻。我给大家看看，都是浩浩在保护捏捏。看捏捏是捏捏的黄头发，然后浩浩抱着捏捏。然后就是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其他很多视频啊，然后但是我没有进那个群，所以就只有这一段视频。
反正我玩密室都是全程靠在浩浩的怀里，然后因为我很害怕，然后可能是我头发比较明显在黑夜里，然后都是抓我，然后浩浩就抱着我不让我被抓。让蜡烛代替所有的，让音乐很好看。因为我玩密，哇，对密室上票了。因为我玩密室都是那种，你知道吗？一般因为浩浩胆子很大嘛，浩浩不怕这些东西，然后每次浩浩站第一个，我就是站第二个。谢谢美文送 love。怎么唱情歌，唱到我们眼睛都红了？谢谢八八子送的摩托，大家抽抽八，谢谢西西送的乐。我们今天密室肯定有录屏，我今天就是把录屏到时候都保存下来，到时候给你们看好不好？谢谢九七送的摩托，谢谢美文送的礼花筒。哇，谢谢穆老板送的直升机，谢谢大树粉丝灯牌，哇，谢谢穆曼送的直升机。直升机，直升机！我们今天要玩的密室是最，下就到我们，然后我们在那后面抱，我们在聊小，来聊天，然后就被录到了。哇，谢谢 C 老板！哇，谢谢 C 老板！谢谢 C 老板！谢谢 C 老板！抖音一号，呜！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我就把视频到时候都留给你们看。反正我们今天玩的密室是全身症最可怕的密室，这是他们说的，我不知道。谢洛老板的独角兽，哇！谢谢大家，大家今天好厉害哦！那独角兽，哇！谢谢大家，大家今天好厉害哦！那你们开心开心，哇！谢嘉宾柠檬汁的太空探探，哇！你要，我就，啊，怎么这么激动？啊，我就开始道歉了啊！我来质问你吧。啊，我就开始道歉了啊！我来质问你吧。好。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我每天都像没睡醒。那你知道浩浩没吃饱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他是我的谁吗？他们说是你的对象。哦，那好，有点哑口无言。那你就当有点哑口无言。那你就当啊？为什么不回微博私信？因为我们之前在深圳太忙了，我回长沙会回的。你。啊？为什么不回微博私信？因为我们之前在深圳太忙了，我回长沙会回的。你来道歉吧，我听着。嗯，对不起，我不该取这个名字，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我不能改，但是还是很对不起。壮名，类似的名字啊，不是壮名，类似的名字。我已经，我原谅你了。是壮名，类似的名字。我已经，我原谅你了。你好可爱啊。阿奇我来了，那我走了，我走了，我你走吧。阿奇我来了，那我走了，我走了，我你走吧。快跑！好，快跑掉。让人觉得睡不着，让人觉得睡不着。他们都叫这个名字，主要是密室的话，就一堆人在一起，我不想他们摸黑，然后靠近我的老公，要是被我看到。
伸舌头干嘛？渴了吗？我吗？渴了吗？我吗？啊，你伸舌头干嘛？你渴了吗？伸舌头还要管？要不要打一把？来啊！你输了的话，你输了的话，你打给一个，你打给一个异性朋友，说，你把一个女生搞怀，异性朋友说，你把一个女生搞怀孕了，你现在要借钱堕胎。可以，那你。我一样好不好？我打给一个异性朋友说，我一样好不好？我打给一个异性朋友说，我需要。那你，啊，我又可以。我需要。那你，啊，我又可以。OK， 我可以吗 ？OK。OK OK OK。对面400万粉丝。对面400万粉丝。对面400万粉丝，我这边400万，他不要管我扔舌头这个事情，上票啦，上票啦，你叫我，哎，真是无语，伸舌头还要管我，我就伸舌头，哎，我伸舌头，我把舌头放到我头上都没有什么关系吧？这还是有关，那还是有关，我不太好。有什么挺好？还好。有什么挺好？想看妮妮打电话是吗？谢谢 GM 看妮妮打的 love， 谢谢木妹送的 disco。莫名其妙被凶了，烦死了，孙浩都不会这么凶，莫名其妙被凶了，烦死了，孙浩都不会这么凶我，现在木妹送的 disco 对吧，老公你都没有这么凶的跟我讲过话吧，孙浩都不会这么凶我，现在木妹送的 disco 对吧，老公你都没有这么凶的跟我讲过话吧，都跟我讲个话吧，对，这么质问我，谢谢无名小姐送的 love， 气死了，打我那，他挂了，我真的好没素质啊，我真是服了，玩不起别玩啊，真的是还是服了，玩不起别玩啊，真的是还管人家男主播伸舌头，我还以为对你有意，真是还以为我对他有什么想法吗，真是搞不懂啊，这些鸭绒送的做我的猫，真是神经病，气死了，把随机又连到他，我觉得太神奇了吧！哦，好巧哦！你看，真的很巧，随机又连到他，我觉得太神奇了吧！哦，好巧哦！你看，真的很巧哎。嗯，我们这把怒冲一下，各位，我要闭他的麦。我们这把怒冲一下，各位，我要闭他的麦。我们谋划一下。那么闭麦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们谋划一下。那么闭麦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没有啦，其实还好啦，人家可能是有对象了，为什么伸舌头？我也不懂，我问问。但是大家没有一起跨越了，跨越是什么东西？但没有一起跨越了，跨越是什么东西？哦，老公，我们昨天看到深圳的月亮是不是很圆？我们第一天来深圳跟呆妹见面那天，月亮很圆哦。我们第一天来深圳跟呆妹见面那天，月亮很圆哦。然后一堆高楼大厦围着那个月亮，觉得好看。然后一堆高楼大厦围着那个月亮，觉得好看。
然后那是我们来深圳的第一天。二月了，哇，浩浩二月快乐！啊，浩浩二月快乐！二月快乐！二月快乐，给你看我画的画。哇，你可厉害，你怎么不画捏捏？给你看看。哇，浩浩二月快乐！二月你要继续爱我哦。祝大家二月快乐，大家二月快乐。给浩浩画的，浩浩画的画，就把它脑补成我吧。马上一周年了，对，二月份就要一周年。啊，我二月，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沉下心，我们来想想，我们二月都会经历什么事情？除夕，搬家，过年，然后是我们的一周年，嘿，然后是。情人节，然后是，哇，我们一起要过年嘞，然后还要一起过一周年，是吧？你在干嘛？他问我你下播了吗？嗯，好快哦，时间，我真没有想到就一年过去了。但是我们是要过来还是直接去啊？你值得一辈子，都可以哦。不去他家了吧？不去他家了吧？直接去啊！谢。我木木是兰博基尼，谢我木木的兰博基尼，哇！谢我 C 老大抖音一号，呜！谢我木木，谢我 C 老大。这 Yuki 就是我们昨天一起入境的那个小姐姐，就是那个像陈依里的。谢谢嘉宾柠檬汁的太空探探，哇！谢嘉宾柠檬汁。我们昨天那个助理那个大姐姐就是 Yuki， 谢谢嘉宾柠檬汁送的太空探探。以后直播可能会给大家介绍很多朋友，哇，谢谢太空探探送的三个，哦不不不是嘉宾柠檬汁，太空探探，谢谢，哇，好牛啊，牛住了，爸爸牛逼打在后面。拜拜老头，好，拜拜。他发了什么问题？我挂了，玩不买，玩不买。跟我有关吗？跟我有关吗？听听。我喜欢的是你的特别，而不是你的性别。我将违背我的本性，与逆我的天性去爱你。耶嘿，浩都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我刚抄的文章。好吗？只要一辈子。我叫车啦。好哦。哇，那我得收拾一下。我们要出门喽，大家！我现在去收拾一下我的头发。我们要出门了。出门了，我要出门了，我要收拾收拾。我们要去玩密室喽！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夹个头发哈，去拿一下夹发板，我在直播间夹头发好了。哒哒哒哒，我戴美瞳了吗？对，我第一次戴美瞳。
要夹头发咯，我们要出门咯。带着你们，我美妆博主，哎呀，我真不是美妆博主，我不是怎么会化妆。然后我们要去玩密室咯，玩极恐的密室，超级恐怖的那种。头发要摘了吧，我就不摘了，因为我不是夹那种头发，我就是把头发再摘。美瞳会看不清，对，我玩密室的时候我会摘美瞳，因为美瞳太贵了，我觉得它是日抛的，我不舍得待一会儿就把它摘掉。明天晚上直播吗？我们明天晚上就应该，不过没有意外，然后明天好好就直播。密室播不了、哦、大家，我可以带你们去密室那个地方，但是我直播不行。你们看哪个密室是可以直播的？如果全播的，如果全世界。号还是之前那个地方吗？其实那个密室啊，那个地方就长得像鬼屋，因为我头发本来就夹，好了，所以就稍微弄一下，回来分享密室经验。好，我们还会去唱歌。如果还有精力的话，我们就会去唱歌。看好不好看？去唱歌。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好看。你看吧，我刚刚画的。我公屏帮我拿。我刚刚画的。我公屏帮我拿那香水吗？你再播了就直接藏在我心里的名字。吃到了吗？好的哦。我最近发现是发的太晚。我今天 GR 最近发现是发的太晚。我今天 GR 一点多万赞。啊，我、哦、可能是因为浩浩今天的视频太糊了。我今天 GR 一点多万赞。啊，我、哦、可能是因为浩浩今天的视频太糊了。把、啊、你们放在监控前啊，我觉得应该像这种恐怖的应该都播不了。我们明天回长沙好好拍好不好？我们明天回长沙好好拍好不好？好，走吧。藏在我心里，藏在我心里的名字。是吗？他是美术生，对，然后我是舞蹈生。天哪！我们连专业都这么配，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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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浩浩就会直播了，明天浩浩到长沙就可以直播了。
没人了。而且玩密室怎么可能戴口罩？什么？嗯。什么？我。哦。什么？我。哦。是外国人，是外国人。你在长沙过得好吗？有人给你洗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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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给我洗脚。长沙过得好吗？有人给你洗脚吗？哈，给我洗脚。不，是十五号技师给我洗。你别拍我可丑。我没有拍你的脸。别拍我可丑。我没有拍你的脸。他为什么要穿裙子？没有给木木洗脚。没有给木木洗脚。大家快去给木木洗脚。大家快去给木木洗脚。我老公也只给我洗脚过一次。妈妈洗脚。妈妈洗脚。别叫我妈妈。妈妈。别叫我妈妈。妈妈，别叫我妈妈。妈妈洗脚。妈妈，别叫我妈妈。妈妈，别叫我妈妈。妈妈洗脚。别叫我妈妈。妈妈，我给你洗脚。别叫我妈妈。妈妈，我给你洗脚。妈妈，别叫我妈妈。妈妈，妈妈只有一个，是虎女。浩浩，你帮我提一下裤裤，帮我把裤子系紧。车来了，你帮我提一下裤子。在车上提吧。好吧，上车车了。我每次都很熟莫文同阿小勤同严四小姐就姊妹情深。对手啊。莫文同阿小勤同严四小姐就姊妹情深啊。而小勤对时逢春就更有共处之情。而小勤对时逢春就更有共处之情。我担心住阿温，马上首先就向住嗰边冲咗过去，跟住小怪物黐同。伤痕。黑烟全起，星期冇问题啦。我也是想飞。黑烟全起，星期冇问题啦。我也是想飞。戴美瞳一点都不俗。对，我们现在在去密室的路上，给大家看深圳。哈哈哥哥，嗯。
What's the matter, honey? 你也去接五福。泪也干，泪也干了。春去难，春去难舍难了。春去难舍难了。天荒地老，又捅了200豆子。又捅了200豆子。又捅了200豆子。走桥。200豆子。走桥。又捅了200豆子。曾经拥有和自首，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了呀？你一个明了，明卡顿，反正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在外面，大概多久到？还有十分钟。被吓吓就好了。我不知道回忆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还来拨动我心跳。我们还要十分钟，今天见到我们了，很开心。在哪见到的？他换个手拿着，好累啊，这个手。注意防疫，好的哦。
前就突然之前就灭了。哎呀，我记好吧，我记，我现在就记。哎，我现在就记，我现在就记。老公，你把我扣上安全带。哎，我现在就记，我现在就记。老公，你帮我扣上安全带，我被他们制裁了，我要系安全带。老公，你帮我扣一下。记好了啊，记好了啊。嗯。啊，那行，走。爱土牛金丝。见了很多次哦。我们在将近还有十多分钟是吧？这样我比多发的这个地方有吗？这样我比多发的这个地方有吗？所以还是先接上面吧，这一瞬间少少慢慢的，因为你不会感受到你的动静，我靠，有可能少少痛苦，这样卡了很正常，大家等一下我们卡了很正常，大家等一下，我们还没到呢，还有几分钟啊，还有七分钟六分钟。谁在等待的呼喊？我们什么时候领证？你给我颁证，我们就。我们什么时候领证？你给我颁证，我们就领证。好困啊！真的？不会。我老公困了。我今天穿了黄色的衣服。我今天没有穿黄色的衣服，我今天穿是蓝色衣服。明白，谢谢。我们班的名困，现在要是。我们班的名贵，现在要是能结婚，我立马就可以跟孙浩结婚了。你真系咁，以后就唔使惊逼眼老魔同阴长嘅人啦。行真过去最业心做，不比难辞其咎。做嘢事小姐你判事，还有三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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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三月的风，八月的雨，九月的风景。你要水袋了吗？我们可以买低啊。可以买 DR 也就是也只是个戒指啊，也不是代表有机会结以及结婚的这种事情。
会结以及结婚了这种事情。上次孙浩突然带我去看了 DR。好了，我们下播了，拜拜，然后。Wow.这里好多灯灯哦，对吧？嗯。你说爱情是一点点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能轻易说到结束？怎么能轻易说到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别祝福浩总拍个照，浩总是门神。
门神，我的对象是门神。麦克风在来的路上。麦克风在来的路上。这个歌都是别人唱的。呀嘿，拒绝。呀嘿，拒绝。呀嘿，拒绝。里面在卡。呀嘿，拒绝。里面在卡。